云南的纬度地处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，全国99%的咖啡产量都来自云南。位于云南省西部的保山市新寨村有70年咖啡种植历史，被誉为中国咖啡第一村。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保山种植的小粒咖啡豆口感媲美世界知名的南山咖啡。过去咖啡产业未受重视，新寨村的咖啡豆价格低廉，每亩收入不够1000元。在振兴乡村政策推动下，新寨村建成2600个 5G 基站，科学监测咖啡树生长，提高咖啡品质和产量。5年间，咖啡产值增加9000万元，增幅3倍。亦都利用电商平台直播，将宝山咖啡销往全国以至世界各地。优质的咖啡产业亦都吸引游客慕名而嚟，发展旅游业。到而家，宝山的咖啡庄园年收入近1亿元。引入科技協助种植，善用电商提升销售。彩云之南的宝山透过探索新发展模式，用小小的咖啡豆闯出自富之路。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